我们台上的大哥哥大姐姐、啊、他们今天还自己出钱请了红豆饼车来请大家吃、啊、所以等一下那个学校老师要帮忙发红豆饼、啊、因为我不知道谁有发过谁没有发、啊、什么然后还有牛奶可以喝，所以等一下那个表演放炮的，刚才有一个人转圈圈转得特别慢，叫他再来转一次，没有转好的，我就你的红豆饼就要让我咬一口。啊，等一下还有吹陶笛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、还有吹直笛，还有乌克丽丽嘛哈。哎，那乌克丽丽老师呢？老师把棒子交给他。乌克丽丽老师下课。李冠庆老师下课了，李冠庆，对，好，所以等一下那个表演，有出错的，我等一下要偷咬你的红豆饼，那个红豆饼小天使，我们的红豆饼烤了吗？还没烤了吧？因为我们那个不要等到全部的都做好再一起发，我们就做多少就发多少，做多少发多少，然后。等一下拿到红豆饼的时候、哦、因为你们可能平常上课都不能吃东西，不能偷吃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很轻松，你等一下拿到红豆饼，你可以边吃边听音乐，啊，可以边喝饮，拿到饮料就边，但是不可以抢别人的吃，只能吃自己的。好、哦，所以你等一下拿到红豆饼的小朋友，你肚子饿就可以开始先吃，啊，尽量早一点吃。不然等一下回去晚餐吃不下，妈妈就啊，你是就好好吃什么回，那等下吃不下去，然后这样我就会被你妈妈骂。好，刚刚那个小朋友，表演了一首曲子，现在我请台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，让他们来表演一首给你们听。